正准备新一年嘅足球财政预算案嘅曾敏聪司长，期待收到你嘅意见。诶，司长，录影紧噶，麻烦你认真啲啊，司长。喂，曾司长啊，我叫丹丹啊，我有一个好简单嘅请求。我想问呢，以后逢 J League 直播嗰阵啊，我哋可唔可以全民都唔翻工，一齐睇波噶？你都搞唔得白嘅。虽然我相信好多人同意你嘅讲法，但系我想话俾大家听，香港系需要人翻工嘅，咁呢个社会先能够正常运作。希望大家俾啲更有用嘅意见俾过我，同埋请大家记得。3月7日一起看 J League，J League開羅了。你咪匿埋喺度做咩啊？踎喺度做咩？肚痛啊？唔係啊，聰哥。哦，你知唔知呢度咩地方啊？呢度咪 game 鋪咯。game 鋪嘢做咩㗎？睇人哋打波。打波真係足球嘅。睇下打波。啊！呢啲啊，喂，我哋咪睇呢啲波咯。呢啲波冇睇，哇，两只嘢做咩流晒口水咁嘅？我鼻水，我叫阿希，呢个希哥嘅杰啦，咁嚟一个希啊。好啦，问下你哋啊，有冇睇开 J League 啊？有。细个嗰阵时。细个。有冇要睇边细个啊？诶，再细啲啦。系啊。最好波边个？即系啲。最好波。边个系陈世手？哎呀，哎呀。梗係中心名菜啦，飯到我又好笑。哇！你講呢啲嘢，咁究竟睇到邊隊攞冠軍呢？熬乜鬼嘢？六到六角，又六到六角，好。沖水少啦，還分水手，黐線嘅蒲王。咁就要睇下3月7日究竟 J League 開羅邊隊攞冠軍啦。3月7日禮拜幾啊？唔知，即係啦。我都唔知。好啦，嗱，今日同大家讲下 J League 里边最一反底嘅球队，哎，第一队就系蓝衫嘅，系冇错啦，蓝色旗海呢个川崎前锋，点解咁讲呢？嗱，川崎前锋啊，好犀利，一开波，嗱，系入咁就入，一头先点解白衫入嘅？喂，系上届神射手马昆劳斯就整粒佢，但不过佢哋唔执输，嗱，你睇下，吓咁快又整翻粒啊，几犀利！睇啲球迷几 high 啊，傻傻地。不过佢哋半场前都系要失翻一粒嘅，嗱，落后1-2，诶，谂住死得啦，系点知下半场佢哋整个反底俾你弹弹，系追下一粒，系跟住结果咧赢埋，你睇佢几威水，嗱，冇错啦，诶，啊，赢埋上届冠军6-6，3-2。今届川崎前锋有3次半场落后，然后转场赢波嘅纪录。好啦，哇，第二队犀利啦，名古屋鲸鱼，佢哋今季都有3次嘅反底纪录。嗱，呢场佢哋对千叶史源，一开波就搞掂，有个12码，好点？诶，点知跟住入咗之后，你睇住你，跟住连输两粒。右路嘅传中波，嗱，半场落后1-2，咁啦。但系下半场佢哋即刻反底，叫板转弯又系右路传中，哎呀，后卫咁都留得嘅，啊，睇嚟右路犯太衰波。完场前佢哋再整多粒，赢翻3-2，所以今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川崎前锋同名古屋鲸鱼嘅反底能力，冇错。